兄弟们，开工！ 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当初这尊佛像摆在这里，必定有它的原因。我想应该是想要镇压下面的什么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哎，班长啊，今天咱也 看不清这下边到底有什么了，不如咱们回去，我们小酌几杯，就当我给你接风了，让我也尽尽这地主之谊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来，赶紧带路，准备好酒，给会长接风。走。 快，把门口打开！是。
出去就塌了，一要出去就塌，就证明这儿的主人不想让我们出去啊！不行，我们不能在这儿待着。来，你们俩挖，给你个忠告，最好不要碰那些石头。为什么？否则这儿会再次坍塌。 我们生存的空间就会更小。停停停，不挖了，不挖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你不是这儿的主人吗？陈当家，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是，我是当家的，这是我的地盘。但是这些事儿，只有陈皮阿四知道。陈皮，实话告诉你。 我也是当了当家以后才知道，那好多年前，四阿公和张启山有一个秘密交易，作为交易的一部分，四阿公要给他造一个地下迷宫，不过我们都不知道，这迷宫居然在这古树下面，更没想到，这石像在这里。这么说，你不知道交易的具体内容了？我不知道。 四阿公一直守口如瓶，而且他还放下狠话，他说，就算他死了，谁也别想碰这些东西，也不能靠近古树。那这陈皮一死，你们就考虑地下的东西，不孝子孙呢？你懂什么？那四阿公当年干过那么多大事，死了什么都没留下来，你信吗？ 我不信，我敢断定，那些好东西就在这里面。可你没想到的是，你派下来那么多人都死了。我当然想不到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这就证明啊，九门大不如前了。 他陈皮阿四办不到的事情，我陈金水绝对办得到。你跟陈皮比，差远了。他哪儿了？试试。 我想好了，咱们都困在这儿，那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咱不能内讧，不能打架。要齐心协力，想办法出去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我既然来了，我就不能空着手出去。还有，你们不能打我们陈家东西的主意。我对你们地下的东西没兴趣。太好了，那就你们想办法怎么出去，我们想办法找东西。 啊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可以。那怎么出去？
既来之，则安之。 最近任务都在沙漠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哎，做女人真是又麻烦又费钱。每天往脸上抹的全是钱，拍一次爽肤水5块钱，抹一次精华10块钱，用一次眼霜8块钱，抹一次净霜10块钱，还没上面膜和美容仪呢。还好有爱钱进投资 APP。 每天的投资回报就可以轻松搞定护肤和化妆的开销，还能再多赚几块钱呢。爱钱进投资 APP， 投资回报看得见，还有银行存管，你的美丽，他买单。爱钱进，小小幸福天天进账。你们现在去哪儿啊？一起走吧。喂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疯了？你带他一起走？ 哥，哎，这是你第一次到国外开车吧？小心点啊！你行你来开啊，我没驾照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啊，梁医生，咱们。 Hello， 您是中国人吧？啊，没错，我们都是，请给我们来一间大床房。大床房一共是420美元，要加20%的手续费。没问题，付钱啦。大床房？对啊，大床房。不好吧？付钱啦。 李叔，你对女人那么大方，对兄弟就这样？切！哎，哥们儿，你们酒店都是用磁卡开门的吗？对。那还有没有使用钥匙开门的房间？钥匙？没有。 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喂，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那是把什么钥匙？既然钥匙不是用来开客房的，就一定是用来开机房或是保险柜的。这种事情怎么敢问服务员啊？只能自己去试了。我在临走之前多配了2把钥匙，我们分头行动，电话联系。
会给我一张酒店的地图。想说明什么呢？累死了！酒店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一把钥匙，三个人，这么多层的酒店，要离这个任务太有难度了。你说，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啊，不跟我们出去看景点也就算了，还让我们在这玩大型密室逃脱啊！不找。好哥，你说好只是回来喝口水的，你就这么躺下了，是不是太不厚道了？我不厚道就不跟他来沙漠了。先让我躺一会儿，待会儿再说。豪哥，家里一会儿发现我们偷懒，他又该多话了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黎素怎么可能会知道？我就不信这么大的酒店，他能找这么快。豪哥，亚丽说他上面的房间都试完了，问我们进度呢。这么快？我们得快点，不然就甩不开婉姐了。好，知道了，走吧。全部都搜过了，没有找到。我们也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只剩下这里了。车开到沙漠简直太合适了，小子知道挺多呀。还给我们留了车钥匙，看来这辆车是给我们准备的呀。这些物资应该是上一批探险队留下的，这辆车估计也是没办法寄到顺京，所以才给我们留了仓库的钥匙。太帅了！啊，你们快过来看！哇，这是好东西啊！这些人想让我们进沙漠的企图也太明显了。亚里，你看这里每样东西都有四份，难道说他们知道我们有四个人，还把梁医生给算上了？哦，怪不得那个老女人一直跟着我们呢。不对，他们怎么确定我一定会听他们的话？一定还有别的东西。就来这招。
西。这是谁啊？还认识谁？吴邪啊！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你所经历的一切，都让你刻骨铭心吧。很快，你就会发现，这几个月你经历的每一个细节，都是有意义的，都会对你有所帮助。你不用怀疑你的父亲，他也是无辜的。你们两个被卷入这件事情，是一个事故，也是命运。你一定很担心你父亲的安危，不过请放心，我能保护好你，自然也会照顾好你的父亲。不过你需要按照我说的，一直走下去。地图就在驾驶座上。你进入沙漠以后，会碰到一个人，他会给你一张地图。你把两张地图合并在一起，就会找到真正的古铜镜。你看到这段录像，说明很可能我已经死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我死了，并不会影响我设下的整个计划。如果还想再见到你的父亲，就跟着我的线索，到古铜镜去看看吧。一路顺风。王八！等等，亚历，万一后面还有彩蛋呢？不行，你个王八蛋！王八蛋，死骗子，人渣，败类，禽兽！一路顺风，好啊！那我就分给你看。浩哥，你去试车。苏岸，把所有的装备全部清点出来。我去收拾行李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甩开那个女人，行动！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电，这力量是钢。两个选择，要么带我一起上路，要么从我身上压过去。安静！我静不下来。你不是说你想办法找出路吗？怎么出去啊？找啊！还既来之则安之，安什么安呢？出口在那儿。
是说在石像上面？准确的说，应该在石像的头顶上。啊，对，我就是说这意思。可是何以见得呢？无论多精致的建筑都会有空隙和裂缝，只要空气和温度发生变化，就会产生细微的声响。只要上面有裂缝，我们就可以出去。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糖纸吗？有什么特别的？这是我们在入口处扔下的。这么说来，上面和下边是通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爬上去，开一个洞，也许就能重见天日了。不过呢，那些尸鳖连石头都能咬碎啊！正常的尸鳖只会咬活人，可是这里因为有树化玉的关系，所以都变异了。哼，还想把这爬上去？这么多尸鳖连垫脚都没有，你怎么上去？做梦！你就是垫脚的呀？我不是垫脚的。你们俩去。老大，不要，不要怕，老大，你们不用怕，他不会咬你们的，我自有办法。从现在开始，听我指挥。把他的汁液涂在身上。就这个管用吗？尸鳖对气味很敏感，我们反而可以借助这一点，以它的气味来掩盖。行，我信你。多老大，不要了吧，这东西会不会有毒啊？怎么着，逼我动手是不是？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灭灯，以防我们在接近的时候被迷失心智。罗雀，可以了。
真管用啊。啊，时间长了也不行，他们也会闻到的。鲁迅，开始吧。右手指关节，放。抓住。先上了啊，直接上鱼线是会断的，要不要垫脚干什么呀？行，让他们俩垫着吧。我先上了。哎，科长，鱼线坚持不了多久，咱们也赶紧上去吧。上来吧。陈当家，过来搭把手可以吗？快点啊！做事要有始有终，我们陈家人当垫背就要当到底。他们死了，我让你也活不成。救救救救救！刘旭，抓紧了！这可不怪我，科长，我没事。老大，拿药救我们！我哪有药啊？我上哪儿给你弄药去？包里有解虫毒的药，给他们喝下去，至少应该能缓一两天。他俩被虫咬成那样了，居然上去也活不了。他是你们陈家的人，想见死不救。我不管他是哪儿的人，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使命了，已经圆满了。我们还有更大的事要做呢，不能浪费精力。上去以后，好好医治他们。
行，只要他们活着，我就给他们治。什么破地方！干什么呢？这是佛爷的东西，你能不能尊重一点？我。队长，我没事，应付得了，救他们。这怎么说震就震，突然就震上了。这地方石面比瓷砖还滑，根本就爬不上去。快找。诗人云依云的黄金，是神之遁地的幻影。大漠里风吹起无数个声音，那就是我找的谜底。消失的神秘在荒漠里，背后的伤痕刀疤印记，眼中的火光照前行向深渊去，闯入这禁忌，看孤雁升起，古铜镜究竟是谁被遥无惧，我是随风起回到我心底，一悲一喜才明想之中的反击，是长在心中的定力。命运里喧嚣起途，东梦虚去，让勇气留在血脉里。孤独的遗迹千年追去，荡起的生命在荒漠里，今生的冒险由谁和我去同行。